来上课。啊，起立。起立。请坐。各位同心，大家辛苦。首先是自我介绍哈，咱上一天的课哈，大家拢小可较疲劳哈，小可较疲劳啊哈，无要紧。这节课哈，保证大家困袂去哈。因为我咧讲吼，拢较带咱家己本土台湾人的感情。因为我要讲的，就是咱的啊做先辈，吼，啊，甲咱这下呢，吼，咱这老一辈吼，啊，甲咱这少年的顶一辈，这的人捌经历过的代志，啊，咱拢唔知影的代志，吼，我当遮就这节课吼，来甲各位做一个说明。这节课吼，我分做两铺啦，吼。第一波是伫咧初级班才上，第二波是伫咧高级班的时阵上吼。我这个课是有延续性的吼，啊，所以我可能迄个会讲真半段的部分吼。咱这节课要来了解讲咱台湾民政府吼后边要做的司法改革要安怎做吼。啊，主权效忠，咱也知咱是虾米人，咱是对一国的人，吼，咱也知咱的效忠对象是虾米人，吼，咱来清楚吼。啊，过来就是咱后壁。叫国民党甲咱占台湾占这六十七党，这个转型正义要安来做哈？这是较后边大伫咧高级班的新的上，啊，国过咱的也就咱迄个伫咧啊做要后边要修一个台湾的迄个啊做咱的基本法的时阵哈，咱会过来进一步说明讲一寡修宪的程序，啊，加一寡咱爱做的工课哈，爱注意的现象，啊，加一寡咱。国际吼，咱即马同心的潮流吼，但日本帝国的宪法已经放六十七档无顶档啊吼，就咱像一台车放六十七档放伫车库底吼，啊已经油也大，水也大吼，所以咱来先甲这个这台车阁顶整理理的，才能够重新上路吼。这后边要做的工课要足多吼。首先吼，咱来介绍正义的化身吼，咱拢知影有一个正义的化身吼，全世界拢共款，包括阿拉伯国家，包括共产制度的国家，吼，拢有一个正义的象征。正义的象征就是代表咱要安那这个国家要安那认定这个正义吼。我来介绍就是这叫做正义女神 Justitia 啊，吼，伊是古罗马代表正义公平的女神吼，是全世界拿来作为。那个法律公平正义的一个象征那个的正义女神，那个正义女神是一个查某人的胸腔，啊，手牙来自立法权的宝剑，吼，惩奸除恶的绝对制裁力，啊，另外一只手提着公杯，那个天平是公平的天平那把眼睛给蒙起来，一切只按照天平的指示下去做，吼，咱立法都是爱来修法。不是像中华民国立法，结果伊无要修法，好啊，网开一面，好啊，网开那一面，通常是通往他们家的后门，好，有钱破生，无钱破死，好，这绝对袂当安尼做哈。咱要来研究讲，咱即马后边要做的迄工课哈，后边咱台湾未来一定爱走向国际的那个共同的潮流哈，要往前进，要往那个向上提升的一个。好，一个迄个做迄力量吼，来进化，唔通阁留伫咧中华民国这落伍的一个司法的迄种个咧做模式内底吼。是咱要用查某人做胸腔呢？因为吼，一个囡仔对出世甲大汉的时阵吼，伊有一个叫做要经过学习，对红孩啊做甲大人一定爱学习嘛吼，伊才会当知影讲。哦，我后边爱来含啊那，谈这个社会上含人互相来做一个迄个做交流哈，啊，袂去违反着别人的权益，好，一定有他的那个进化期，好，单独所以咱用这女性当一个形象哈，就是她有母性，哦，查某人的母性嘛哈，啊，母性的话，她就能够原谅那个未成年的孩子，好，伊除了你未成年以外，其他拢是要接受公平的审判，好啊。你若未成年的囡仔，你犯错，那我们让你有改正的
机会，让你有一寡迄个啊做春运的空间吼，袂甲你一概按照大人安尼吼来咧审判吼。所以全世界吼拢爱定一个成年的年龄是几岁，这全世界拢爱定，爱定出来吼。有的人有的种族定14岁都大汉啊，啊有的种族定20岁，伊才有公民权，吼，这拢无共款。啊，咱台湾后边要定几岁咧？是毋是要照大日本帝国当初是16岁就成年咧？还是即马的新日本国的宪法18岁才成年？这咱后边吼，啊来召集咱的一挂专家吼，咱的当然爱护啊，咱即马目前的现象吼，咱60当前的迄个啊做。迄、那个人民的啊，做迄个教育水准，甲啊做健康进行，甲即嘛无共款啊，吼！60几当前，迄、那个咱大日本帝国的人民平均38岁尔尔呢，啊，咱即嘛已经活到88岁、90岁，甚至有人破100岁足多，吼、哦！所以这个健康情形不太一样，啊，它的那个我们人类的那个成年吼、哦，到底怎么去定义？吼、哦，后边咩定义？即等咱迄个国家后边迄个啊做迄个修宪会议的时候，我们会来提出这一点，吼、哦。首先，这节课哈，要来先来介绍讲，咱的啊做国籍相哈，咱的国籍是相，这是足基础的问题啊，这其实是幼稚园的问题呢。问题哈，我要大家知影，咱确实唔知那是相呢。好，咱拢知那是台湾人呢，啊，咱是对一国的，好是对一国的台湾人哈。这真严肃的问题咧哈。当初是美国阿未英国人阿未去美国进前，英国人敢会讲伊是美国人？袂啊，吼、哦！啊，英国人搬去伫美国遐个时阵，因敢袂阁讲因是英国人，无共款啊咧，吼、哦！美国袂去发英国个护照，嘛袂发英国个身份证哦，因为迄已经无共国啊，吼、哦！所以咱来知影咱到底是虾米人吼、哦？这一个先拜，吼、哦！咱台湾个一个，因为我毋知要找啥吼，我就干脆找咱台湾做过总统统大个嘛，吼、哦！做过中华民国的总统，诶，李登辉先生，哦，这伊个墨宝，哦，这毋是我李永成家己写的，吼、哦，这我无阿搞，吼、哦，伊个墨宝，吼、哦，活到90几岁啊，做过官，以官来讲，伊同大，无人比总统较大哩，吼、哦，伊90几岁啊，伊还佫你问讲，我是不是我的我？活到90几岁，佫毋知家己是虾米人哦，啊，恁敢真正知恁是虾米人？我佮伊报告吼，伊知影，毋过伊袂当讲。因为伊即马还咧领中华民国的退休金啦，哦，一年还佫领咧几落千万的迄个啊，做办公室费用，啊，办公室的费用，哦，啊，加迄个做迄个健康一些一寡迄个补助金，哦，所以伊唔敢讲，啊，只有写一份墨宝，哦，咱就爱家己帮伊解说咧，吼，蛮好啦，顺便摕来做教材，大家分享者。活到90几岁啊，台湾其实伊是大日本帝国的人哦，哦，伊出世的时大日本帝国的人咧，吼，啊，雄雄变一个全世界无人承认的中华民国的国籍。在变啊呢，吼、哦，足趣味的吼、哦，我是不是我的我？吼、哦，得问恁大家啦，恁敢是恁的恁？台湾是毋是台湾人的台湾？吼、哦，啊，这花纹哦，足趣味的吼、哦，他给你一个问题，也给你答案。他的答案是什么？我是不是我的我？啊，恁听有无？恁看有啊啦？伊好你，伊好我。伊予咱即巴肚个时阵是咧要叫你提出问题，予咱大家人开始个时阵来想看咱到底是虾米人哦。结果即个伊讲即几句，伊就予你答案啦。吼、哦，所以咱讲伊是做有智慧个，当作是讲啊做迄个啊做甲迄个宋楚瑜吼，甲杯酒释兵权甲换来吼，甲迄个啊做郝柏村杯酒释兵权哦，含酒都无开着，吼、哦，都甲换来吼、哦，比迄个啊做因迄个宋朝迄个抽空因搁较厉害。哦、anyway， 咱。回归主题啦哈，我是不是我的我？咱来分析这个物件，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这个我就是代名词啦，好，这代名词，您爱理解置换，好，置换成台湾是不是台湾人的台湾？哇，这咱普遍人爱去想这个问题，啊，日本人爱哪想？日本是不是日本人的日本？含日本都有关系呢，好，啊，结果咱去研究了安怎，你知不？一个中国，全世界咱拢知影，有一个中国，有两个日本呢。您绝对错一条，含日本人嘛错一条。一开始听到先讲林永成，你乌白讲，结果我讲个详细了后，讲要改宪法啦。因新日本今年讲要改宪法啦，吼，讲要回归到大日本，吼。
即卖有两个日本，咱即节课要来讲重点，要来讲这个部分，互咱知影咱到底是啥物人，甲日本人有共款无？有共国无？吼、哦！啊，日本人即卖配合咱台湾民政府这边个进度，因迄边发生啥物代志？去年咱大家拢知影，日本发生啥物？三一大地动对无？对。啊，佫一个政治大地动，因为咱150个台湾民政府的官员走去拜靖国神社，因怎惊着呢？恁知影是安怎？因为日本人吼非常的自傲，认为讲伊是唯一会当继承天皇的一个人尔呢。吼，一个，敢若因迄群人，即马伫新日本迄边的人是因唯一能够继承大日本的人呢。结果咱台湾人说走去咧拜天皇，因怎讲去啊？开始来研究，你知无？阿伯啊吼，较听我来讲，吼大家知影吼，我们的出现在台湾其实没有出现很大的风波，因为吼国民党、民进党拢唔甲恁报啦。对不？咱像前已经办当官呢，毋是即摆在办呢。我当只演讲嘛，演讲已经得要第二，要过过着要两当啊呢，无代志。啊，结果嘛唔敢哩啊。啊，咱的车，咱迄个挂咱台湾民政府一挂车牌哦，就去外口乱乱扫。人早来甲临检无代志呢，讲我无迄个叫做司法管辖权呢。吼、哦，你到即摆楼卡咧办迄个叫做迄个车牌，就是讲啊，大家拢要办，无干脆有这需求，咱就干脆来上过课的。有来办身份证的，咱就先甲发。咱是安那台湾人爱去纳税，去饲中华民国遐猪啊，是毋是？伊甲咱收税金是无用开呢。迄外来者应该甲咱纳厝租，结果咱咧纳，咱是厝租，结果纳厝租哦，厝卡。诶、欸，啊，这实在天地颠倒变呢，无唔对，吼、哦。咱要来讲这个关系，吼、哦，所以这节课大家绝对困袂去哦。你要困嘛，足歹困。你若困哩哦，我就是这样钦佩你，吼、哦。咱必须这样来讲。用这句话来延伸，要讲予大家更加清楚嘞。因为头前迄两句吼，是要予台湾甲日本的学者来研究。吼、哦，国宾饭店是毋是住伫不国宾饭店的人诶？绝对毋是嘛，这恁拢一定很知影嘛，吼、哦。其实是同款的物件，吼、哦。我是本土台湾人，我到底是啥物国籍嘛？中华民国出去行未出去呢？两礼拜前，希拉里在宣布讲要给台湾免签证。你有注意看无？他是写台湾有没有写 Republic of China？ 没有诶、欸。你去迄个叫做即卖迄电子签证吼，你去改找伊的迄个栏位吼，没有中华民国诶、欸。以前还有中华民国的网站，还有中华民国的网页，还有中华民国的选项，即卖拢无啊。诶、欸，啊，敢是来台湾呢？到底台湾呢？就是台湾人 ，People on Taiwan 就是台湾人，所以后边啊，迄个叫做即卖陈玉玲来遮佚佗，伊就台湾人啊。就是讲，迄个也做江泽民讲，伊退休了要来台湾佚佗，伊嘛变台湾人，全世界拢台湾人啊，这唔对，这伫法律上绝对唔对吼。啊，咱来了解这个代志是发生伫倒位，吼，这是足粗这个物件，我说，但初去办时，我甲这个物件提来，互咱大家知影，吼。按照国际法，我的国籍到底是啥物？我当初时日本战败了后，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时阵，我台湾人一个姓廖的出来告。东京会啊，做迄个法院讲，我要恢复日本的国籍，是安那？日本甲我判无？我要甲各位讲，因为有两个日本啊，日本早就独立，恁台湾人伫话要独立，你知无？伊早就独立出来，1946年就独立出去啊，咱拢唔知影呢。国民党嘛，甲咱扛嘛，无咱知呢。吼、哦，啊，咱到底是啥物人？足趣味的吼、哦。我到底爱向啥物人效忠？阿辉伯啊，讲他都迄个墨宝吼，这个墨宝你也看，我是。不是我的我，哦，嘿呐，啊，做戒严时代，这路我都太清楚了了，是不是？我你讲这安尼吼，我提了林永成，等下咧，等下咧危言耸听，等下妖言惑众，吼、哦，绝对无可能放你活吼。好佳哉，即马咱后壁有靠山，我讲当我必须顶嘛，等下讲当我，我敢有代志？哪有代志？我第一有代志，所以大家免烦恼，美国都要咱听，因为咱是去控告美国，对控美安尼延伸过来的。主受者，伊要搞我安怎？我是按照国际法来的呢。你按照什么法？你按照什么法？你按照台湾管理法？什么叫做台湾管理法？美国的国内法呢？美国的国内法呢？全世界190几个国家，只有美国敢定台湾关系法，证明他跟台湾有关系。什么关系？占领关系呀、啊！英国你哪唔定？法国你哪唔定？啊，含咱同级的越南你哪唔定？是不是？阿拉卡，你蛮敢定台湾关系法？全世界就只有一个国家跟台湾有占领关系，所以他定了台湾关系法，就是美国。
啊，所以伊爱听无？绝对爱听。伊爱，伊敢甲咱消灭无？咱卖甲消灭就袂歹啊！吼、哦，唔免惊，吼、哦，咱尽量甲打出来。但遮啦吼，我为着要予大家清楚这个关系吼，我呢费尽心思吼去做一寡资料吼，结果人甲咱批评讲吼，林永成啊，你去水月园农场啊，见拜拢咧讲法，你讲拜拢讲政治，你嘛爱讲甲农业有关系？我讲好啊，我来讲甲农业有关系。大家知影嘛吼？台湾有一句话说：“进步啊，生啥物？菜粿啊，是安怎？有够衰啊！有够衰，衰了有够，才会当进步进步啊，生菜粿呢？是不是？”安尼我有讲到啊，吼，只有这媒体和我的朋友知啊，我无来遮乌白骗哦，我嘛有讲到农业的物件哦。进步啊，生菜粿，这啥物意思？反正啊，是不是？这菜粿啊，这补啊，这补啊，吼、哦！台湾人若唔觉醒，含生苦粿都会。啊、我介绍三项啊，哈、哦，袂当阁讲我乌白骗，吼、哦，袂当讲我拢无讲到农业的代志，我有讲到啊，讲、哦、其实嘛讲，三讲四讲嘛讲对政治来，因为政治趣味啊，咱台湾人爱来管政治呢，唔茫去用骗去呢，叫咱袂当，叫咱卖插政治，吼、哦，囡仔人有耳无嘴，莫去乌白甲人讲，我爱讲就是爱出去讲，恁台湾人是主人，你唔讲，无是啥物人要讲，再唔茫去底下骗去，咱来打出来讲，勇敢打出来，哦，哪个骗家己？不是生菜粿呢，含开花都未开花，种埔也未开花，吼、哦！我当遮要举一个例，都发生伫阮兜。你敢知影？但大日本台湾，台湾好，台湾好是啥物好？石斛啦，就是台湾山猫啦，吼、哦！这只就是台湾山猫，吼、哦！这只台湾山猫。啊，这只啥物？第一，有人讲啊，做高级外省人，吼、哦，有人讲是高级中国人。我找不，我找不到高级，我只好找出特等呢、啊。我比高级还高级耶！台湾人专门饲猪，饲像安尼，大只肥滋滋。你看恁的身份证后壁职业人拢写啥物？养猪户诶！注意看，属龙工商拢骗人诶！我较定来讲咱的身份证，你看恁中华民国身份证，恁若有查人啊，你甲摕起来看，看我讲了有白差无？看有人甲我发无共款无？哦，较定先来看。但阮发生诶。台湾好，去生到中国猪呢？这我也做了，叫做林浩，好、哦，伊叫做林浩，哈、哦，伊是大日本明治时代的人呢，全世界拢公认伊是大日本帝国的人呢。去生到无国籍的中华民国的人呢，有国籍生甲无国籍呢？哎，太难呢！美国人会生美国人啊，英国人会生英国人啊，这是。在自然法里面的叫做继承，国籍也必须要继承呢。啊，现在中华民国，他是蒋中正是叫天皇叫什么？叫干爹吗？也没有哎，叫干爹也不行，要叫养爸爸呢，至少要养子养父关系才能够有继承权呢。中华民国有没有继承大日本帝国？没有哎，他是继承来自于哪里？大清帝国干不是？大清帝国的人是住在隔壁，不是咱岛呢？结果咱家。来遮甲咱管管甲变，尾啊变咱含伊共款无国籍。啊，恁大日本国籍的，恁阿公阿嬷阿祖，即阮阿祖，阮阿公还阁日本人呢。咱的国籍共放无去啊，咱毋免共捡倒当来吗？哎呀，是毋是？吼、哦，所以吼、哦，好佳哉已经处置啊吼。你有看遮画一条线，即本来彩迄、那个彩线是画一条红线处置，伫咧户政事务所有登录有处置啊。好佳哉呢，啊若无出来，甲阮两个干交。哦，甲阮吵讲，啊，我有国籍予你，你怎生到你真个无国籍诶？反正不啊生菜粿，真不啊去生着菜粿，佫生到袂肥。吼、哦，所以大家人爱知影，好生猪诶，台湾好去生着中国猪诶，好佳哉无精神。吼、哦，啊，中华民国处置袂？1949年诶时阵，去予中国甲赶出去；1972年诶时阵，去予赶出联合国正式处置啊啦。只是伊迄部。迄部号即天本唔敢提出来，即马伫咧中国，伫咧联合国，迄、那个为侪人啥物人？全世界就一个中国啊！即全世界的共识，联合国的共识啊，敢是中华民国？唔是咧，中华人民共和国咧。伊当时建国1949年，甲蒋介石赶走的咧。吼、哦，所以你啊知影、哦，咱的国籍，咱的阿公阿嬷，我是有侪，你嘛有啊？是阮兜较特殊尔，阮兜好去生着猪啊。哦，啊！不过我这只猪已经成青，我把猪皮剥掉，我就变好啊！哦，把自己身上的那个猪皮，把它拿去丢掉，不要了。咱当然家己做咱台湾人，好不好？
我看一届。好，郭冠英啊，是不是？啊是啥物啊？办啥物亲呐？办啥物男亲的呀？哦，我调讲安啦，讲明接做伙讲，做伙讲也要话来甲过呢吼。迄拄伊像安尼吼，处置的时阵哦，我讲伊这袂卡面，不当阿舅阿卡吼。特等，你们是特等的，不是高级种。我台湾人专门起特等的，不是起高级种。高级种我还找不到照片，哈。要甲各位讲吼，就由这个关系，你就知影继承自然法来自于自，自然法还高于万国公法哦。这你那清楚哦。继承，恁是无国籍的中华民国人，是凭啥物去共继承大日本帝国的阿公阿妈阿祖？袂使呢，你们违反了呢。所以咱爱当来甲这份台湾，咱台湾人的身份证。台湾人身份证扣到当然啦，中华民国淡掉啦，遐我早就淡掉啦，我唔敢提出来啊。哦，所以你甲看，这张 Class 是 TW， 这是用日本时代我的找甲两个阿公、两个阿妈找甲交传，因拢证明讲伊是日本人，才会当换这张呢。我歹找，我甲各位报告，你敢知影以前要摕这张吼？爱等于原基地呢，即马属龙工商，即马一挂少年拢走到北部去发展啊，有诶走落到外国去发展啊。恁敢有法度就近去摕到中迄个叫做大日本帝国诶户籍成本？恁摕袂到呢？美国为着要配合咱台湾民政府，伫咧2009年诶时阵，但迄个高等法院宣判了后，隔天顺刷全台湾连线，让你们台湾人方便。要请一张，我即张去对请，你知影？我家己人啦，家己呐。伫咧南口就近啦，其他证就有啊。你只要转台湾去诶，户政事务所，你弄下出，因为全部连线是美国下的训令，中华民国必须要配合。只是因家咧广告啦，往往咧广告讲啊足串咧呢。吼、哦，所以这张得要摕到这张足简单咧。你免走到原基地去，你可比你已经搬厝搬去台北，因为囡仔拢大汉去台北，咱下面做大吼，咱免走去啊，咱就近踮台北诶户政事务所，甲证就有啊。嘿，美国配合咱台湾民政府，予咱办呢。咱讲无看到美国在甲咱做代志。我问恁啦，中华民国切日本，甲咱教育讲，迄日本人屠杀咱台湾人，切甲要害，伊敢会甲咱办连线，予咱等去找日本的国籍？用脚头乌想啦，咱台湾人讲用脚头乌想啦。迄若毋是后壁美国在讲，伊要办无？伊毋办啦，吼。所以恁来知影，这张换这张。哦，啊，最近资料里有讲啊，吼，要有晶片哦。你甲中华民国迄张甲提出来看，看有晶片无？这张有晶片，吼、哦，讲是 Visa 吼、哦。过来，咱来讲国际上有一个关键，吼、哦。西元1948年《国际人权宣言》第15条，人人享有国籍，任何人的国籍不容无理褫夺，更改国籍之权利不容否认。我要甲各位讲，这条就是伫咧1945年的时候。蒋介石的政府来遮，甲咱一律规划，无予咱选择权呢，无按照国际法予咱选择权呢，所以伫咧国际人权宣言白纸黑字定出来的呢。伊讲安那呢？全世界吼，因迄个时间点，中华民国甲所有台湾人的国籍全部拢改做中华民国，全世界无人承认。三个主要国家站出来叫：加拿大、英国、美国。不承认啦，我都承认啦。到到1948年，谈联合国的时阵吼，遐有一个国际人权宣言，为着台湾人去改变国籍这件代志，把白纸黑字写出来。这恁大家拢当去查《国际人权宣言》第15条哈，人人享有国籍，只要是人都有国籍。第一点，第二点，任何人的国籍袂当去凊彩共剥削。啊，人若要换国籍，迄人的自由你袂当共动。三点啦。在咧西元1997年《欧洲国籍公约》哈第4条规定，人人皆有权取得一国的国籍。没有国籍的状态应该予以避免，因为无国籍都唔是人啊。国际人权宣言给你白纸黑字写出来，每个人都有国籍啊。啊，没有啊，没有国籍的是什么？不是在国际法上面认定的人呢。所以那清楚哈，人的国籍不得任意予以剥夺。这件代志还未解决，因为伫咧1948年的代志，1946年的代志还未解决，延伸到1948年，延伸到1997年，拢无解决。恁台湾人啊，当时要清醒啊！当好佳哉吼，2000年的时阵，咱秘书长带咱去告美国，咱清醒啊！
我知影啦，吼，我知影，我们知道了，我们要做了，吼。咱开始要来约倒当来，哎，我原本有国籍的呢，生到尾也变无国籍的，那这伊，啊，咱若个无国籍继续落去，摕中华民国身份证一直无国籍，你的后代拢无国籍呢，在国际上没有被当人看呢。最近有一个，中华民国政党吼。我接到电话求恁分析了，知影是啥物人吼？伊讲啊，那迄党主席讲吼，人提伊甲伊红毛猩猩比啦吼，伊感觉伊比红毛猩猩较有价值。我讲你错咯，吼！红毛猩猩受到国际濒临绝种动物的保护法所保护，没有国籍台湾人，你受到什么保护啊？电话求，恁讲啥是啥物人？卖阁讲啦吼，知影有苏先生吼，这红毛猩猩啦，人这阁比咱较关键呢，无国籍。全世界无任何法律甲你保障呢，没有被当人看呢。吼、哦，啊，等会去和红毛猩猩比，迄叫做啥物？自取其辱。吼、哦，这只中国猪啦，毋过改过啊，这只我，这只我啦。吼、哦，嘿，中华大日本帝国的国民四个阿公四个，两个阿公两个阿嬷，结果去生到中华民国的人，啊，我也无去转化呢，奇怪呢，我怎么会自然继承？我哪说自然继承？要自然继承也是自然继承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啊，想要去继承到中华民国，你看啊，我阿母嘛无去，讲我要去改做中华民国呢，无人举手起来答应呢吼。再个一个问题，恁提出恁的心情来看，卖讲恁两层，你甲恁骗哦。凡是中华民国伊有发两种、三种、四种，甚至十几种的身份呢，我摕到是啥物？国民身份呢？我要问各位啦，吼、哦。今年有去投票人，请你举手。哦，拢去举哈，因为你唔知影，无要紧，知影了后，恁就袂去做这种代志啊。哎，啥物是选举权？什么人可以行使选举权？公民才可以行使选举权呢？结果你白纸黑字拿着国民身份去行使公民权，这叫做啥物？违法、啊。当然，当然啦，伊后白做啦，一开始都唔对啊啦，吼。当然使。会啦，会使啦，当然会使。后边要来讨，我嘛去也告啊，有啦已经告啊。只是讲吼，美国已经咧进行代志，伊就不爱阁分单啦。比作讲迄件代志，伊就先甲咱背咧。我之前一人交一万块嘛，要也告啊，那不爱告，对吧？中华民国的国民身份去行使公民权，算出来总统有效的人，请你举手，认为有效的？哎，大家无认为安尼无效？啊，那调查英文的先认为有效的人，请你举手。哎，所以这不是台湾感情的。诶，迄个使然啊，是不是？咱足清楚个啊，我若无讲，恁都唔知影。其实咱拢知影，只是咱袂记啊。即国民还较有教呢。吼、哦，即条是阮囝教我提醒无，我唔知影，我嘛袂记啊呢。我以前嘛拢投票投，咱台湾人个哦，咱台湾囡仔无投，台湾人要投啥？结果迄唔是啦，唔管上条，拢是中华民国条。伊要清楚啥？超过50%，即个选举就有效。你不没有超过50%，迄委托。美国，迄、那个中华民国是美国所委托的啊。迄、那个后壁迄个长颈人啊，美国你都要出面啊呢，因为这政权台湾人无要承认啊呢，吼、哦。所以，咱来做清楚的哦。你家己注意看，中华民国发落你的是国民身份证哦。凡是你有公民身份证的人，请你举手。无的吼，对吧？所以你甲看吼、哦，流亡民国发给你的身份证是公民身份还是国民身份？你家己看好清楚，哦。啊，为国国公道党哎，公民才拥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那总统被选举的呢，要不要是公民身份？要不要？要哎！中华民国宪法写个清清楚楚，要具有公民身份才能够去当选举人呢。一旦来提出来验，请你马英九提来看，你也是公民身份证，我就认为你是总统嘛，是不是？他连公民都没有。咱知影就好啊，咱这是要诉求，迄个做法理吼，不流血革命，吼，免流血，就当兵啊，何必介流血？是不是？迄个台独拢，迄个独派拢讲啊，恁台湾人冲啊冲啊冲啊，烧啊烧啊烧啊，结果伊敢有咧冲，拢咱共台湾人咧出，诶人咧冲，拢咱共台湾人咧死，阮得干嘛一个？吼，人国化自焚，国家己自焚啊！结果遐个化资本，那个怎么样挖嘞？哈、哦，真嗨！所以咱拄只会当看，对咱的身份证顶头，恁来当看出来吼。公民才有参政权，
参政权是包括被选举权跟被罢免权哦，不是干那选举罢免哦，选举还有被选举、罢免与被罢免、创制还有被创制啊个复决、个停止复决权，哦，这种有哦，相对等的，一共有八个，不是只有一个啊，也不是只有四个啊，八个，有被选举权，还有选举权，这不敢看嘞哈。请问领票的时阵，是安那提中华民国国民的身份在咧领票？哦，对吧？不是国民，选走去咧领票，安尼违法不？违法啦！所以中华民国的总统，全世界拢无声音。安尼知影原因啦吼？原因就是，伊的宪法内面的包括的人民跟领土，包括对外蒙古呢，蒙古国人今年有选举呢，吼、哦，蒙古国宁夏，吼、哦，辽东半岛，吼、哦，山西、山东、广东、广西，吼、哦，云南、四川。一大堆的啊，做土地，啊，遐人民有包括无？有呢，遐是中华民国宪法里面的有效公民呢。啊，有没有包括台湾啊？没有啊。中华民国1911年的时候推翻满清，而继承满清的主权建国，是不是啊？呢，那个继承要很重要哦，还是继承大日本？没有继承大日本啊。哦，是不是？迄个时间点，咱台湾才是对。大日本帝国啊，我那讲阿妈的时代啊，大日本帝国的人啊，吼，啊，因那时阵写的宪法，敢有包括台湾人？无，啊，拢总修改12届的宪法，敢有包括台湾人？嘛无，所以台湾人，借问者，咱咧帮外国人选外国总统呢？你敢知影？吼，强骗去啊！吼，其实唔是要选这個总统，是要啊这个政权，佮延续50%，超过50%的人。就会当继续甲你代管，伊只是变阿这尔，啥物人调拢同款。所以阿扁啊调的时阵，伊讲要执行转型正义，敢有做？无做啊，加口号喊一喊啊，吼、哦，讲安那呢？台湾海峡无看过啊，吼、哦，要喊恁守等伊啊，是不是？以前讲这句话啊，结果今嘛淡仔无守。转型正义，你若要做，你就爱；你若要讲，你就爱做。你唔茫讲讲的无做，迄叫做啥物？迄叫做。打虎不食哦，那个纵虎归山呐、啊，哦，养虎为患哈。咱、哦、若要做，爱做彻底，台湾民政府起来，阿扁拢甲做彻底，好不好？好。1895年的时候，台湾永久挂号日本天皇，唔是日本哦，确定要大家看证据。啊、哦，我证据阁是对中华民国的外事馆提出来哈、哦。因为之前阁提迄个日本版啊，日本版顶头无迄个啊，做外交部音啊。我大家讲，我这李永成你家己做诶，我足奇怪咧吼。啊，若我家己做，你袂晓去验证，去睇你外交部遐验证都有啊。我不然怎啊搞外交部诶资料，家提出来大家看吼。中华民国1911年甲建国，1989年诶时阵，台湾就到日本天皇安尼。所以伊建国诶时阵，才是对大日本诶。中华民国当初是搁谈咱台北市迄个华南银行，即卖华南银行遐吼，林本源。迄个店铺遐，改做起来，做一个中华民国驻大日本台北总领事馆呢。我问问各位啦，总领事馆是盖在国内还是盖在国外？当然是国外啊！吼、哦，啊，迄时阵有登陆的人拢总20000几个中国人尔，台湾600几万拢是台湾人平埔族的。吼、哦，啊，甲咱的啊做高山族，咱迄高山族就是包括平埔族。结果你甲看，即马平埔族人无去啊！哎，平埔族人跑到哪里去了？我要甲各位讲，就是恁啊，恁都平埔族的人啊，恁拢唔知影恁是谁呢？因为中国人就要求过嘞，咱平埔族的人是母系社会，是妈妈的囝，唔是爸爸的囝呢。爸爸是来厝里做工课的人尔嘞哦，是查某人做大呢。啊，所以无姓，无姓啊，啥物人同大？阿姑同大啊。所以恁若嫁出来时阵，厝里若有迄个阿姑同代的风俗的人，有请红白事拢有请，一定要请阿姑来，请你举手。对啊，台湾人才会举手啊，因为台湾人恁是安那，是安尼，爸爸红烧的，阿姑同代啊，这咱拢唔知影，咱未记哩安尼，只是讲迄、那个习俗咱还佫有保留掉哩，吼、哦。对啊，咱都平埔族的人，只是咱已经未记咱的语言啊，咱去用汉化去啊，吼、哦。过来，1945年的时候，大日本帝国战败，大日本帝国战败，台湾敢有战败？
有啊无？有啦，咱有参加呢。啊无，靖国神社咱要拜咱台湾人99,100个。咱去年吼，大日本地动第二届政治大地动，就是咱去共用的啊。吼，咱去拜大日本靖国神社，日本人甲台湾人当作神咧拜，啥物神？护国神啊！恁敢知影？中华民国的即个啊，做迄个中历史内面无台湾人呢？恁听我找，恁听我去看，中华民国的中烈士没有台湾人呢。台湾人的英灵，为台湾而牺牲的战士英勇的战士英勇的英灵，是伫咧靖国神社咧拜呢。所以咱台湾人爱甲你拜无？迄为咱牺牲的，迄个人用伊的性命互咱活咧呢，迄都是英雄呢。你知影无？一个人甘愿甲家己的性命牺牲，要互咱活咧的人继续为这个国家来拍拼，安尼有伟大也无伟大？当然伟大。所以双方中华民国一拜因的，咱拜咱的。咱台湾人的伫底，伫靖国神社呢？中华民国的中烈士无咱的台湾人呢？恁听过去看，足侪咱台湾人买啊，搁去做啥物国共内战的迄个啊，做台湾兵啊。其实毋是台湾兵，是日本兵。为迄、那个，迄、那个国民党拍国共内战，敢有入世伫咧靖烈迄个啊做中烈士内底？无呢？因为后代的人敢有像迄个啊做，即马迄个啊做啥物农民？遐个人，遐真正牺牲性命吼，结果拢遐个无牺牲性命，遐走落第一嘞吼，走落遮哩，走落遮哩蹭遐个做遐利益呢，啊，家己享受着遐利益个，遐遗嘱拢无摕着呢，拢做苦工呢，吼、哦，所以你哪知影呢？咱有英雄呢，咱的英雄伫底，靖国神社呢，所以你哪知影吼？1945年的时阵，大日本战败，咱台湾队咧战败呢。中华民国是借由麦克阿瑟一号命令来台湾代管，大家拢知道麦克阿瑟一号命令嘛吼？您敢捌看过？您绝对毋捌看过对吧？因为吼，迄、那个我拄来时，我拄有看一本这个原文哈。麦克阿瑟一号命令的原文版加阿作以后边个迄个中文版，哈，你来当下看。对一个所在有讲日本要送予伊，你们可以穿越，啊，你们当去提一 copy， 你若想要敌的人，你就甲提起，无要紧。好，麦克阿瑟一号命令没有说要把台湾送给蒋介石，哎，是叫他来占领，不是叫他来，不是送给他。哦，流氓宪法的主权包括人民甲土地，当时包括台湾。1911年的新建国，迄时阵才是对大日本帝国呢。哦，1945年的新战败，伊来台管，修宪修12届，敢有包括台湾？无呢。结果咱伊咧选总统，咱台湾人咧帮伊选，摕这张身份证咧帮伊选，底下身份证，吼、哦。所以我就讲啊，我常咧讲啦吼，咱中华民国身份证足古锥个啦吼，后壁佫有职业人呢，职业人头顶写啥？属龙工商学生呢，结果毋是，有纳税人请你喝酒，麻烦介济，我嘛有纳税啦吼，有纳过税，包括白缴税。有啦吼，大家拢有啦吼，就是要恁大家举手啊，吼！恁的麻烦者吼，恁的中华民国的身份证，诶，职业人嘛写唔对呀，养猪户才对，吼、哦，去改，去改，吼、哦！恁若要用这张，麻烦者改者养猪户，吼、哦！啊，无你就麻烦你请这张，做回你家己本身台湾人的真正的身份，作为你自己，不然就是消遣他们养猪户。流亡民国，我都讲伊流亡嘛，流亡属性嘛，民国嘛是属性嘛。这个亡跟民加起来叫做亡啊，名念流亡国宪法、罗马国宪法啦吼。内面的有效公民，敢有来参加选举？外蒙古，卖讲外蒙古，即卖人叫做蒙古国，佮加入联合国。人今年要选总理，马蒂要稍微要选啊，11月份要选啊吼。现在我来知，因为日本赵青龙因兄哥即届有出来选啊，所以我拢注意日本的消息咯。人即届人迄边有咧选举，因敢有来选中华民国的政府？无咧，伊敢有来选总统？无咧，你敢有发票俾予人？中华民国你敢有发票俾予人？你嘛无发票俾予人咧，吼、哦！结果中华民国的总统是外国人咧白选，所以全世界敢有承认这个国家？无承认呐，吼、哦！本身宪法里面的有效公民没有来投票，却让不是宪法里面的台湾人投票，安尼总统刚好，
美国的国内法哈，叫做《台湾关系法》，伊讲这个政权叫做啥物呢？讲啊，讲政权是得改讲话啦，叫做台湾当局啊。而且是复数，恁会当去看《台湾关系法》，好看李永成讲的是不是属实？好，《台湾关系法》上面写的是台湾当局，没有写中华民国，没有写 Republic of China， 也没有写什么自由中国，没有那回事。好，没有那回事，恁会当看哈。密空是咩时阵？人够有特权，走路够票，够有迄个专门的迄个做迄个优待券，恁敢有啊？党政军眷属，防空洞空袭的时候优先证呢？人含走路拢有牌呢？你有牌也无牌？哈，你有牌也无牌？那有把你台湾人当作中国人无？家己好啊，收够侪哦！党政军防空袭都有优先呢。哦，中国人民含走路拢有特权，对咱台湾人是平等啊，注定。好好想一下，学校老师拢讲诶，台湾人就中国人，我袂讲，我袂讲，所以你爱好好来思考一下，台湾人敢真正是中国人？我爱希望啥物人效忠啊？哈，我政治上诶阿爸是啥物人啊？我诶阿公阿祖人日本人呢？啊，结果我即马去拜中华民国新主牌啊，诶，我阿公阿嬷无伫内底呢。我阿公阿嬤在大日本帝国的神主牌裡面呢，啊，你們怎麼去拜那個中華民國那個國家的神主牌，拜拜不保庇呢，那含那個行為都不傳給你，含那個做好康的都不保你知道，哦，這節課我們要來說中國國民黨不敢說的事實，中華民國民進黨不敢面對的真相，是怎麼要說中華民國民進黨，因為他跟中華民國登陸啊，昨必須長也有跟各位分享過，您敢知影？您捌听过一个人叫做陈思梦无？知影啦吼。民进党伊退出，伊参加国民党25党，了后退出国民党，过一党随加入民进党，随做民进党的秘书长呢，中央秘书长呢，有大无？大呀！咱这中央什么人在负责？秘书长在负责，秘书长就是执行长啊！吼，您敢知影？陈思梦原来讲是啥物人？蒋介石的文档叫做陈布雷，透过这個网络的也做迄个宣布吼。陈教授，我若讲了无唔对，我若讲了唔对，听我甲我告，快紧，我走袂去，我跑不掉，你来这边找人就找得到了。好，我这句话讲了后，你敢知影？伊的咖啡店关掉呢？因為大家拢有人去甲问讲，陈老师啊，陈教授啊，恁兜听讲陈布雷是恁阿公干毋是？大家拢去甲问甲来烦啊，烦啊呐！绿豆咖啡关掉啊，唔开啊啦！你甲想啦，中华民国民进党，敢唔是配合国民党在运作的吗？哦，那咱即摆拢看有啊，吼、哦，啥物啊？做蔡英文讲未来一中，吼、哦，啊，谢长廷讲已经出去咧拜，咧认祖归宗啊嘛，吼、哦，靠家白西老白西弟，吼、哦，走去东山岛认祖归宗了，迄啥物人？中国人咧。好，台湾的行动都是日皇的属地，美国所占领，借由麦克阿瑟一号命令，让流亡中华民国暂时代管。好，在咱的斗秋饼，这都是美国司法部的 logo。用这个，我台湾要用这个哈，因为有两个日本，我若用日本旗，大家当作讲是即卖的日本，大家就敢排斥讲。嘿，搁要日本人讲，以前咱台湾人叫日本人叫啥物？四卡，吼、哦，以前拢抬四卡，即摆换抬低啊。咱台湾人拢做，拢咧杀生啊、哦。我著用一个天皇旗，吼、哦。敢有规定讲一个皇帝当拥有几个国家？无呢？你敢知影？全世界拥有最多国家的皇帝是谁？大英国协女皇，拢总54个国家，包括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这有大地无？这若佫讲无大地，我嘛无大呢。加拿大很大呢，是不是？加拿大恁知影嘛？迄帝制国家呢？当初是美国还袂脱离，还袂含英国正经，伊嘛效忠英女皇的哦，是不是？所以敢有规定讲一个皇帝拥有几个国家？无规定呢。咱是含日本人共一个天皇，问题宪法无共谱。咱是伫咧1945年4月初一的时阵，
适用大日本帝国宪法。战败，大日本帝国战败之后，新日本，我卖光于小日本啊，新日本在1946年11月3号，让天皇签署诏书，实施新宪法。我来讲这个关系，这大日本帝国，包括北方四岛，包括 Okinawa， 包括台湾，包括新南群岛，包括韩国、朝鲜呐，南北朝鲜都是哈，都在大日本帝国宪法架构里面。这是从1945年，还是哈，下面掉去，1945年战败进前所实施的宪法。1946年11月7日的时阵，这宣战者了哈，宣战者。1946年11月7日，和天皇签署这个区域，因为宪法有包括土地哦，有包括土地，还有包括人民实施对象，所以加拿大虽然是大英国协而且会员国，加拿大会不会实施英国的宪法？会不会？不会。澳洲有没有自己的宪法？有。纽西兰有没有自己的宪法？英国自己都有自己的宪法。当初时伊丽莎白因阿公佫捌做过印度皇帝，含印度拢是大英国协的国家之一哦。印度有够大地无？全世界即马统一人个呢？中国人，你讲你偌济啊？无够看啦！你看印度偌济人？迄效忠印尼皇个呢？哦，拢总54个国家，其中有16个直接效忠，38个虚位效忠。虚位像包括新加坡，你有错一条无？新加坡还是效忠英女皇的，哦，所以这个所在就是新日本的宪法实施之地。啊，咱台湾伫遮，沖縄伫遮，啊，新群岛伫遮。啊，实施宪法，干那这个所在有尔，所以咱台湾人去讨，战后去讨，大日本帝国国籍讨无成啦，人已经修宪脱离大日本帝国，人独立出去啊，所以他没有办法给你大日本帝国的国籍，因为他的国家叫做新日本，已经修宪脱离出去了。所以有两个日本，另外一个八卦家专播。讲啊，紧的新日本无包括整个大日本，啊，大家一个拢绕跑去啊，吼。尾啊，日本走了后，韩国嘛绕跑啊，绕跑了，佫发生啥？南北战争啊！南朝鲜跟北朝鲜打仗，我拢叫伊南朝鲜、北朝鲜啦吼。因讲因韩国我无承认啦，是安那无承认？我家也无办到啊啦吼，所以我不要承认啦吼。所以咱当对只看出来吼，日本琉球尾啊，1972年的时阵脱离美国的军事占领，换转伊予联合国的新日本。伊除了修宪脱离大日本以外，他还加入联合国呢。我要问各位啦，大日本帝国当初是和什么人战争？联合国主战国是美国，无唔对，唔过是联合国出名的。咱这里安尼记，日本已经脱离大日本，修宪脱离出去啊，吼。所以咱当对这甲看出来，即马新日本的宪法没有效忠主权者，没有效忠天皇。因的兵叫做什么兵？自卫队。什么叫自卫队？自己保护自己，哈、哦，自己保护自己。所以，咱大家甲叫精神，真正保护皇帝的军的兵啦，哈、哦，那个军队都叫做皇家，大家有听过吧？英国皇家海军、英国皇家陆军有没有？会不会说英国？自卫队会不会？没有啊，一定是皇家海军。澳洲的海军叫什么？澳洲皇家海军，哎，因有陆皇呢。你没听不对，因为他效忠英女皇。我说英女皇不是英国女皇，是大英国协女皇。伊拥有54个囝，本来有55个，一个绕跑出去啊，独立。啥独立？大汉啊，后边你的囝会跟你画独立不？
绝对甲你发独立的，伊要甲发隔壁发独立，因为大汉啊，伊要出去家己一家啊，伊甲你发独立，独立后，感觉独立了后，感觉阁是你的囝，是啦，吼、哦，所以尾啊阁签下一个叫做巴黎合约，签了后有一个西敏寺条例，顶头规定哦，吼、哦，伊就规定两个国家的关系。虽然让你独立出去，不过你后边嘛是我的囝，所以你美国做任何决策，我英国也听得到无？绝对听得到。所以向美国宣战是全世界通共的一件代志，因为向美国宣战等于向英女皇宣战，英女皇会带着54个孩子一起打。咱即马台湾民政府徛伫对一边，咱徛伫大日本帝国这边，不过咱是被美国所占领。啊！美国敢占领，伊也坦坦徛卫兵无？哎啦，吼、哦！所以啥物人敢保护？美国会敢保护？美国若是要攻击个身，啥物人会打出来？大英国是要打出来，好打，甲试看卖下哩吼。啊！即马你甲看，大日本帝国个宪法个结构内面，日本已经落跑啊，北朝鲜、南朝鲜都落跑啊。啊！咱一个兄哥吼，琉球走去挖新日本，吼、哦！伊讲啊，做主权回归，其实毋是主权回归。伊是转换占领权，由联合国的美国转移占领权，给联合国的日本，用3亿2000万的美金卖给日本，让日本人家己管家己的军事占领。所以即马啥物人占领琉球群岛，你敢知？日本新日本占领琉球，它不是主权国，主权国是谁？台湾的大日本，袂当安尼讲啦，大日本帝国的台湾民政府。剩咱尔啦，五个兄弟啊，大家拢闹跑出去啊！恁讲要独立，恁无机会好话。剩你家己一个人的时候，你要甲一双切割。啊，不过你爱记哩，你是大日本帝国，你继承大日本帝国所有的权利，你是唯一的继承者。咱比虎长呢？吼、哦，圣经内面有讲过这个，有做过这个比喻啦，吼。恁敢捌听过以扫？可能唔捌听过啊，歹势。好，我等下顺续讲一个故事，圣经故事，我做囡仔时捌听过啊。以扫为着一碗红豆汤，把家己长子的身份给出卖了呢。啊，长子的身份有什么？上帝的祝福啊，上帝从来无，本来是要以扫，你是大兄嘛吼，你为着一碗红豆汤含小弟咧计较，吼、哦、啊，你讲你要把这个长子的身份卖给雅各，雅各就是第二个小弟孪生兄弟啊。啊，咱当初是咪介共党？咱是1945年的4月1号，啊，因是1946年11月13号脱离呢，所以绕跑出去啊呢。伊若要当阿先生是大兄，当然是咱是大兄，所以咱是雅各本来是细汉的变大汉的呢。那我们有没有取得上帝的祝福？咱都是雅各啊。这讲到圣经，恁可能听有啊，无要紧。哦，啊，恁若听有人，恁就听有啊。日本嘛是同款，为着家己目前短暂的利益。把自己长子的身份，虎长的位，改放弃，无受到上帝祝福啦。吼、哦，这恁也知影。吼、哦，这可能有咱的教育有听有啦，若是教育你听无。吼、哦，所以你也足清楚，咱是唯一的大日本帝国继承者哦。吼、哦，这是占领咱的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宪法哦，写了足古锥的，全世界你去啊，迄宪法甲读个头。可能你无个时间啊，较像我这英人，可能佮会做种种代志啦。全世界干一个国家叫做中华民国，写哪呢？第二条，第二条，你要注意下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所以中国人四海之内，四海都有中国人，所以四海都是中国。所以中国人了，去澳洲，澳洲变他的；跑去英国，英国变他的；跑去美国，美国变他的。那叫做啥物？流氓。合法化了，合什么法？中华民国流亡宪法。所以这个国家是什么？土匪嘛，哦，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我要各位报告，美国我在做三个 logo 嘛，吼、哦，美国主权在谁身上？他们叫做联邦政府，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宪法，所以他们叫做联邦。大英国也叫做邦联，他们是以国家为层级。那个话多啊，一个国家有这个总体宪法，不管你，甚至不管你的任何制度。马来西亚，您知影无？马来西亚有皇帝哦，七个皇帝，七个国王，每个国王当2年的皇帝，收税金。
啊，来分给其他六个兄弟，吼、哦，每个人轮流当两年皇帝，做完了换你，做了用轮的啦，吼、哦，因无咧选举啦。迄校长啥物人诶？大英国血女王诶，甚至韩皇迄后尾个国王拢爱迄个做效忠大英国血女王诶，你毋捌听过吼？等于查看卖啊咧，吼、哦，这恁绝对查有诶，恁查恁就知啊，吼、哦。啊，这个国家日本主权在谁的手头？皇帝手头啊！加拿大的主权在谁身上？英女皇身上，没有错，你没听不对去哈、哦。澳洲的主权在谁身上？英女皇身上啊！54个国家的哦，所以咱皇帝哈、哦，当要起头呢，因为咱较慢啦哈、哦，因为当初是人影响人类进化的最大的两个革命，一个叫做工业革命，发生在澳洲。一个叫做文艺复兴，就是心灵的革命。人是怎样变人？人若无受到教化的时阵，是怎样含精神也无同款。恁爱知影呢？咱当初时伫咧日本甲咱接管进前，咱是土著呢，恁知影？恁唔知影吼？较听我来讲这个关系，时间的问题，我尽量讲较紧的吼。咱伫日本接管进前，无人甲咱教什么是好，什么是歹，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呢？无人甲讲什么会使做，什么袂使做呢？所以外国的传染者，咱拢讲安那，看到金把咱眼睛当作啥？当作狗拍。迄外来种族当作是迄个外来生物哦，打，都是安尼啊，吼、哦。中国的态度是安那，不承认你们是他的，吼、哦。较听我来讲到这个问题，所以咱看到美国的主权伫咧每个州，然后有50个州建立一个联邦政府，然后联邦政府有。一个联邦宪法很简单，七个章节而已咧。七，讲今日拢总七条尔啦，吼。本文讲七条尔，含条都无条，吼，含一条一条都无解释，解释七篇文章尔，吼，夹起安尼尔，吼，全世界同样诶，吼。日本帝国拢总有76条，嘛足用诶啊。当初是搁含美国化为战争咧，吼，含另外国化为战争咧，吼。中华民国有几条？你敢知影？187条啦。吼、哦，顶甲米米伊有伊，啊，修改12届，含台湾都收袂入去。若要遵守，敢爱甲187条？免，上帝伫甲恁讲，上帝捌含咱人，含咱人类定下，其实叫做十诫。10条尔啦，上帝甲咱下关是10条戒律尔，叫咱10条怎样代志袂当做安尼尔。上帝的十诫，吼、哦，所以咱的高山族这边、高山族这边，因的宪法都是用上帝的十诫，吼、哦。啊，当然咱这边大日本帝国，咱爱延续咱原本的7章76条，然后借由这个大日本帝国宪法重新修改为我们适合我们目前用的哦。你来听好哦，当初是6、7年前。查甫人无选举权呢，查甫人没有参政权呢，当然也没有参战权。所以你去遐看遐阿兵哥，敢有迄个做阿兵某无咧？拢阿兵姨啊，嘛无咧吼，一定是阿兵哥，一定是查甫人，因为查甫人较有参政权，去共遐代志参政嘛吼，遐个爱去死无？爱去死参政，互为权利跟义务，吼、哦。所以你来知影，啊，即马世界潮流。敢有讲袂当予查某人拥有参政权嘞？袂使啦吼，因为这条一定爱改，这条无改我登记，官部我主办发价，吼、哦，所以一定爱改。在开玩笑吼、哦，只是讲咱爱符合即马同性的世界潮流。甲67年来无改这部宪法，还佫较定较修正袂。即伫咧后壁的班吼，我还佫讲个较清楚嘞吼、哦。所以中华民国的主权就只有他了吼、哦，在民。所以的人走到地都拥有主权，然后的人走去恁兜庇护，秘密的讲歹势，即间变阮兜，你要承认无？因为他拥有主权啊，《中华民国宪法》写的、啊、第二条啊，哦，这拢唔对啦吼，所以这咱也知影，有比较咱才会知影讲问题出伫倒位吼。歹势，这咱无得切换啊。啊有啊有啊！要来甲各位报告吼，当初时甲联合国作战的
迄、那个国家叫做啥物？大日本帝国，还是即卖日本？毋是哦，迄、那个名称叫做大日本帝国。我问各位，他大大家拢知影？大英国协拥有54个会员国，好、哦，他有一个共同的效忠对象，就是英女王。大英国协有没有代表英国？有，因为大英国协比较大，它是包括54个国家，其中有一个是英国。那英国有没有代表大英国协？没有，因为它是54个会员国里面的其中一个，即使女皇住在他家而已啦，就这么简单啦。女皇也可以去住别家啦。所以你敢知啊？皇帝是无国籍的呢，因为他是被效忠对象，他不是效忠人的啦，他是被效忠者啊。所以有16个直接效忠的他的国家，有38个虚位效忠他的国家，啊，大家拢要争。要争这个老母，伊是要去住伫底，干脆卖乌白搬搬到放到阮基地就好啊。他没有国籍啦，伊嘛无讲吼，啊，我都有英国籍，啊，所以我甲英国的关系较好，啊，我甲啊做加拿大英国较歹，伊无安尼。啊，对，讲伊嘛想想讲啊，这英国遮吼，规工咧落雨，落甲足恶杂的，啊，无来搬去咧，做马来西亚遐，规工拢好天咧吼，是不是？嘛足欢迎的，人马来西亚嘛是向伊效忠啊，是不是？当然这是讲一个比喻啦，吼，我是安尼讲。拢总当初时，诶，当初时咱叫做大日本帝国。日本即马修宪出去脱离开大日本帝国，迄个日本只是其中一个尔，吼、哦，只是其中一个。伊个英文名无嘛无共款，你敢知影即马联合国登陆个日本叫做啥物名 ？Japan， 哦，恁就知影 Japan 啦，吼、哦。大日本帝国诶国号叫做啥物？你敢知影 ？The Empire of Japan。所以是皇帝的国家，吼、哦，所以是皇帝的国家，所以你来知影，这个看起来差不多，差很多嘞，吼、哦。英女皇讲的英女皇不是英国的女皇而已，是讲的是大英国协女皇。讲大日本帝国天皇，讲的不只是日本的天皇，也是台湾的天皇，这你来知影，吼、哦。大日本帝国是伫咧1889年的时阵所建立啦，吼、哦。当然有伊的前因后果，这时间的问题，我。后边你拿五杯，搞我那个，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再继续分享他的为什么要制定这一个宪法。这个法要做成有伊的需求，啊，伊的需求啥？拿有闲的时阵再来分享，因为讲差不多讲到马仔透炸吼，所以时间我先甲伊讲到这。大日本帝国的宪法相对于即马新日本，好、哦，就是日本国的宪法叫做古宪法，嘛叫做正经宪法，伊敢有比废除？无呢。大日本帝国战败，敢有灭国？无灭国呢？没有灭国呢？他没有亡国呢？吼，皇帝要得嘞无？要得嘞呢？吼，爱注意的是讲，这部宪法的名称带有大日本帝国的文字，一开始不是在1889年的时候都合国号啊，吼，是到昭和十年1936年的时阵叫做大日本帝国，好，这是在迄个1936年的时阵，这全部统一叫做大日本帝国。这个条文拢7章76条，他也甲各位介绍过哈。咱会当看到，但咱的啊做这段两部啦，后尾也讲一个前因后果。咱当初时天皇给咱诏书，给咱变做大日本帝国的人，是用诏书嘛对吧？他都要讲，甲这大人们讲出来，用诏书的形式，用诏书让台湾人变成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不是国民哦哈，是臣民啊，是由诏书。我现在要打这两张呢，比如各位知影讲，这两个在法律上有一个叫做优先权，叫法律系的先拜请你举手。无，无要紧啦，那有诶是恁就知影吼，一旦叫伊来求证啊。法律有一个叫做优先权，吼、哦，任何的法律不能抵触什么宪法，对不对？这是在共和国里面，可是有一个东西可以抵触，在帝国的诏书是安怎呢？这是帝国宪法的本文。帝国宪法的本文，啊，这本文写下来，天皇是在顶头签字，予恁，予日本人来实现的吗？是不是？不是。我要给各位报告，这个物件是属于国民的，宪法是属于国民的，是国民爱遵守的哦。哦，它上面写说要效忠大日本帝国的皇帝哦，对不对？那如果自己签名是自己效忠自己吗？不行。所以哈、哦。天皇的下一步叫做宪法生效诏书，让这个宪法
开始实施，然后有效。我要问各位，教书和宪法生效，教书较大还是宪法较大？教书较大嘛，对吧？这个关系就恁就做清楚啊，这叫做优先权呐、啊哦，法律有一个优先权。那我们台湾人是在1945年借由诏书生效的呢？宪法有没有高于宪法？那他的宪有没有高于宪法？有没有？有。所以叫做这叫做恩典，好、哦，这叫做恩典，好、哦，这听好，找足侪人来修正哈，这绝对这样哈。教书和宪法生效，所以教书较大，对吧？就是安尼哈。过来，咱谈这下当看大日本帝国的宪法写足侪啦哈，我卖伊介绍啦哈。再有一个叫做第一条，天皇主权；第二条。皇位继承，吼、哦，咱看第一条，啊，第四条，一个是天皇主权，一个统治大权，一个统帅大权，哎、欸，足啰嗦的呢，吼、哦，日本人呢才领古毛，我甲各位讲，无古毛，日天皇是拥有主权所有权呐、啊，第一条定的就是主权所有权，第四条就是主权管理权，主权管理权他每用借由那个，伊一人无咋管嘛，一人咩管政国，我多。都交由你人民去管，和你人民内面选一个内阁出来，啊，让我来派伊工作。伊任期到，请伊走咯，换另外一个内阁起来。迄叫啥物？内阁总理大臣，一个头家，一个董事长，有法度对头做到尾无？无法度，所以要请啥？请总经理帮伊发落啊，同款意思嘛，吼。天皇拥有整个的国家，然后伊甲统治大权放予内阁，一个是主权所有权。这是主权管理权。战争时阵，啥物人统带？这规定好势。冲突的时阵啊，吼，因为冲突的时阵就是要跟人拼生死啊咧，吼，是你大家要听你总经理，也是要听迄个做董事长的，当然是听董事长的啊啦，吼，就是写这个关系。好，所以咱当然看好清楚，主权有一个主权所有权，一个主权管理权。那日本放弃的是什么？主权管理权啊！你今日若是一间公司的总经理。你今日不爱做啊？你今日要甲恁头家洗头了啊？好、哦，讲多遍了哈。恁头家要甲你洗头了啊？同款意思啦哈、哦。不管如何，你要和恁头家切断关系，你是放下伊的管理权做你老婆，还是甲恁头家叫伊爸爸，然后规间公司甲搬去单杀？绝对无可能嘛哈、哦！因为规间公司是头家的呀、啊，董事长的呀、啊，好、哦，唔是总经理的哦。总经理是干呐拥有管理权尔哈，这、哦、个大家做清楚哈、哦。所以日本伫咧旧金山和平条约放弃的是啥物权？管理权尔啊，所有权有光没有对一个国家无？它是悬空割让很有趣诶，悬空割让，它没有指定说要给隔壁的中华民国诶，对不对？大家当看啊，吼，伊不光没有像啊，啊中华民国你著无来无去，走来阮讲，我你来就我做阿爸，好你台湾好生，啊做中国弟，莫名其妙吼。伫地啊！我堪要讲啦吼，即讲迄个包括第二种讲到即臣民的权利跟义务吼啊，帝国议会啊，加迄个做国务大臣甲枢密顾问，伊个一个枢密顾问吼，一个人无在统治国家，一定要有一群人吼。啊，伫咧即内阁顶头，佫一个枢密顾问，啊，佫司法，对裁判所、裁判官吼，司法是自主运作吼。啊，来会计制度，他多让我想到会计制度，医生爱独立呢。会当像中华民国安尼乌白母无？甲即马搁咧变呢？迄退休去啊吼，迄钱摕去中国遐开完啊，当然先搁继续领。搁啥物？用三节慰问金有无？用迄个一寡啥物？搁去参加一寡啥物会，然后搁领13500，即马变14200。吼、哦，搁较安怎拢是咧饲猪？咱台湾咧饲猪。吼、哦，这是日本的宪法吼。哦伊伫咧1946年的时阵，10月13日先公布的，吼。伫咧宪法，即要讲日本人听的啦，日本人看这条，因要修改宪法啦，吼。根据日本国宪法的第98条第一项有写到，吼。只要无违反着新宪法的内容，旧宪法还佫有效哦，吼。包括迄个做迄个内阁府令，吼，啊省令、次令，全部拢是有效的啊，吼。台湾话一句话咧形容新日本的宪法叫做啥物？新礼无失，旧礼无灭啊，对吧？大家要听过嘛吼？即咱个顶一下咧，甲咱教啊，吼、哦，即嘛讲咱个少年听，即句爱传，吼、
新礼无失，旧礼无变，表示啥？大日本帝国宪法到期，无呢？啊，新日本的宪法是用大日本帝国做无法来修宪的呢？啊，无退无去，执法就不见了、啊。中华民国宪法如果拿去丢掉，中华民国的那个一些国籍法那些有用吗？民法、宪法有用吗？国家都不见了，怎么会有用？对不对？所以大家要知影哦，这关系是不同款的哦。新礼无失，旧礼无变，吼、哦。这是本国当初时作为宪法诏书，天皇签署了后，把家己的嘴按起来，因为因的宪法头顶规定讲，天皇袂当干涉政敌的物件。好、哦，他们只认天皇为象征，他没有效忠于现那个天皇，所以他们的自卫队不是叫做皇家自卫队，咱台湾民政府是叫做禁卫队呢。当然，即摆啊目前啊无要改啦，啊变来改，咱是禁卫队，因为咱是效忠天皇呀。效忠天皇当然要写一个禁呐、啊，他们是字，我们是禁，哈、哦，不敢管哈、哦。禁卫队，哈、哦，啊是讲啊做迄个字，那里啊做迄个禁卫防备队，哈、哦，啊是看伊个规模，甲看伊个组织性，不敢管。然后是加上皇家啊，哈、哦，加上皇家啊，证明你这个是皇效忠于大日本帝国天皇，你该知影。即我翻做日文啦吼，我日文甲翻做中文，可能无一定翻那个解好，因为我日本文唔解好啦吼。我大约有翻过啦，朕吼，吼啊，这话就是笑笑啦吼。您啦吼，就是皇帝啦吼，唔是我啦吼。基于日本国总体名义，听好啊，看好清，看清楚哦。日本国总体名义确立了新日本的建设基础，经枢密顾问的咨询，按照大日本帝国宪法第73条规定，帝国议会表决批准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修正案，在此公布。日本人看到这个诏书，搁台湾看的时阵，脚背拢冷去，是安怎呢？因的名叫做啥物？叫 Japan， 我白讲，我要问恁啦，恁的名是阿爸甲恁号的，还是隔壁甲你号的？唔是阿爸就是阿公嘛，是不是？不如阿母嘛，是不是？咱台湾是阿母好较好啦，因为咱是母系社会啦吼。我顶下强调这点，无登记无分好食。因阮倒是阮太太咧煮饭诶，吼、哦，这半开玩笑。你也知影，咱诶名是家己诶亲人甲咱号诶，绝对毋是隔壁人甲咱号诶。国民党拢讲啥物？小日本，歹势呢？天皇是日本诶阿爸呢？天皇白纸黑字，互伊诶名叫做啥物？1946年11月初3。脱离大日本帝国，这个囡仔的名叫做新日本呢，所以我叫新日本国吼，我不叫伊食片，我嘛不叫食片，伊叫做 New Japan， 伊个 New 拢拗掉，吼、哦，互咱看无啦吼。一个国家王国才需要自宪，大日本帝国有没有王国？他没有自宪啊，哦，新宪法是旧宪法修正得的啊，你大家当看，有人讲李永成你家己编的，我白讲。足讨厌吼，这诏书的正本在翻拍吼，啊，慢慢讲，我这对对来，一定有人来，一定有人好爱吼。好、哦，这头头你得看，你主要看日本是叫做新日本还是小日本啊？所以国民党拢人叫小日本，小日本，欧北人叫，咱有家己有家己的名嘞，咱阿爸家合作新日本嘞，还是大日本？伊唔是大日本嘞，大日本是阿爸呢。啊，恁台湾人是啥物？恁阿爸？阿爸徛做伙，恁是大日本啊？恁知影无？剩恁尔，因为其他拢落跑啊。啊，落跑了后吼，因为迄时阵战败吼，因袂计较，因为厝散撇撇，对无？五个兄弟姊妹，大家落跑，剩一个讲台湾人在替美国人在饲中国猪。吼、哦，麦克阿瑟一号命令下来啥物？台湾人，我点头头讲啦吼，台湾人从今天开始要养中国猪，他的关系就这样嘛。所以你来当阿看，这宪法诏书，有人讲啊，你敢那破第一啊尔，我含迄个天皇印啊拢来印出来吼。必然是从人，这句应该唔是我的啦。你来当去对诏书的文说，李永成无遮厉害啦，印啊都刻得出来吼。这诏书后壁这就是迄个新宪法的本文吼。这当初是大日本帝国，吼，你只看迄个马关条约吼。有人讲咱乌白讲，这啥物？您看清楚诶，这个浮水印啥物？中华民国外交部来的啦，
讲和条约，大清帝国大皇帝及大日本帝国大皇帝为订立，被两国及其臣民重修平和，共享幸福，且杜绝将来之纠纷之端。哦，一大堆要订这个，这就是马关条约也好，下关条约也好 ，A 前言呐、啊，就是这部法是啥物人甲啥物人订的，一清二楚啦。好、哦，是挂号大日本帝国，还是挂号天皇？是政府还是天皇？是天皇甲皇帝甲皇帝的关系呢？是不是？所以咱大家当看清楚哦，这对啊，做中华民国的外交部提出来资料哈，外交部的人，恁若看到看查白，你当甲我告，那真正无影有这条，我你当甲我告无要紧哈，可以告我。为什么我敢这么讲？因为我讲这么久，他都没有告我。人要出名哦，不是遐简单的哈。这冰淇淋，这是咧讲罗发号事件。咱台湾伫咧日本接管进前，是全世界无人要爱的囡仔呢。中国迄阵大清帝国，但台湾只有西半部，较无三分之一的土地，六个屯垦区尔呢。吼，伫咧一罗发号是发生伫咧1867年，台湾是伫咧1895年的时阵才挂号日本。伫咧只啊，伊会当甲台湾挂号日本，因为台湾毋是伊的囡仔，是伊的殖民地而已，是大清帝国的殖民地。怎么证明？从南甲之盟去证明。这代志安怎呢？我讲给各位听。美国一台商船叫罗发号，好、哦，这恁会当去搜，这少年的吼，你也当等于搜寻关键字罗发号事件，碧奇里立马当个搜寻啊，这里面拢有讲到。美国一艘商船在。伫咧啊，做迄个牛栏片遐外海遐搁浅，吼、哦，无看到迄、那个，因为迄时无灯塔嘛，吼、哦。你莫用即卖眼光去啊，讲啊遐有灯塔，你来买下过，啊，就是无灯塔，毋是无下，就是尾啊。罗发号事件了后，美国人甲原住民买土地，然后起灯塔，吼、哦，底下后边的时阵，大家才袂底下发生代志，吼、哦。罗发号，但迄个牛栏片外海遐搁浅。结果18个人收起来，咱台湾人安怎？工人拆，人拆厝拆，迄个船帮人拆拆，工厝等于啥货？吼、哦，全部拢人厝等于。咱无认为安尼唔对呢，因为清帝国甲咱管百几冬，吼、哦，咱迄个也做几部书，较难甲咱分享。中国人甲咱管百几冬，无甲咱教育，讲咱来做世界公民呢，应该伊家己就够落后啊，伊个比台湾较落后啊。所以无甲咱教育，咱唔知影讲咱拄到船难，咱爱共协助呢，是不是？啊，咱台湾人敢真正遐尼啊受教？我要反驳一点：台湾人即马拄到外国咧发生灾难的时候，捐款第一名，你敢知影？知影。咱台湾人毋是不受教呢，咱台湾人是无人甲咱教，无人要甲咱教。大清帝国来只捐百几担，搁头前个东宁王国几十担个，搁过个大清诶，也做大明，迄个时阵，拢无咧甲咱台湾人教育啊。无教育的原因是，伊比咱较浪漫啦，因为咱遮时阵当初是有迄个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人起来，了上岸，咱会当看我们的视角很大。只是讲咱唔知影讲那个物权吼应该怎么样子，有一个法律观念，咱无啦。尤其咱的阿做国刷族的人吼，没有这个观念，所以美国人的商船踮迄个牛栏片啊、科帕船底收起来了后，咱台湾人讲怕金把咱认真诶吼。金头毛啊，当作狗咧拍，哦，拍了后，美国挡袂了，美国怎样派一个人去交清帝国的迄个外交部，因个外交部叫做外务省，吼、哦，就这个人，就这个人叫做毛长西，好、哦，讲安那呢？台湾身翻血居楼处，为文化所不及，法与不法为贵国制裁之。这意思啥物？台湾。遐青番，遐咪我个囡仔，要甲讲个死，唔甲讲个死，恁家个代志甲我无关系。我要问你啦，那你个囝去共偷板白啦，叫人厝，叫人迄个做迄个园个白人园个田头家吼，我拢讲田头家吼，叫伊当着，要安怎？咱人道歉嘛，啊，歹势甲你造成偌济迫害嘛，啊，我甲你赔嘛，吼、哦，是不是？啊，当然看偌济，啊，无你若讲你若讲十倍，我就十倍赔你啊。凡说偷了一粒，偷板一粒，你也赔十粒啊。另外，迄九粒伊无抓到啊！好，我赔你十粒，我赔了，当然啦。讲囡仔，啥物事要讲囡仔？教育啊，爱甲教后边唔好安尼，对无？你后边安尼会强烈去讲，吼、
袂使安尼，迄叫做教囝，即自然的啊。清帝国敢有甲你认为讲你是伊的囝？无呢，他还没为你而战，没有呢。清帝国没有为你而战呢。吼、哦，不然安怎？美国发乌船，迄时叫做美国海军，去攻打排湾族。好、哦，去排其实不是跟他排湾族啦，迄叫做迄、那个叫做斯卡罗族群啦，吼，迄其实一个啊做海盗名称啦，吼。有好几个族群，一个融合就是海盗团体啦。打牌了后，美国发现就讲：“哎、欸，我的对象是啥物？拿着原始武器的弓箭、石头、下尖的钉啊，拢是部落的原住民的吼。迄拍赢无讲赢呢，迄个也做西班牙无敌舰队笑呢，就讲你这敢要欺负原住民呢吼，这不好。打赢的不光荣，所以美国选择不打。”你哪知影呢？版本龙马同齐时间看到日本的乌船是甲武士刀提单着讲，这无效啊！哦，后边伊要派枪，吼、哦，要派枪，才有效啊！武士刀才有效，甲这黑船来拼，吼、哦！结果咱的台湾的原住民看到乌船是安那，改拼，对无？结果唔敢去哩，唔敢去哩，啥物人战胜？谁战胜了？台湾原住民战胜了呢？其实唔是战胜啦，哈！美国舍不得打你们啦，因为打赢了你会被笑啊！你有没有看过西部片吗？西部片，美国西部片有看过人，请你举手。两个牛仔对决的时候有看过的举手。哦，大部分有看过哈。这里、个，好、哦，我讲完，叫我讲完哈。这个、两个人要对决的时阵，一个有穿，一个无穿。有穿的人爱安怎？穿背起来，穿指甲就好，放南桌顶交互你。过来叫一个裁判来遮，好、哦，然后一人往后。背对背，然后各走二十步。那个裁判说回头的时候互相开枪呢，这叫做对决呢。这不是西部精神，这是美国精神，这叫做骑士精神呢。要对等才能够打仗哎。你美国能不能去打一个国家的小朋友？讲伊也做派一个，也做派一台迄个加油机来台湾，再载一个婴啊，你要相信吗？好、哦，相对的啦，哈，绝对不是，一定是国家的任务在派兵来啊，个空中加油机呢，台湾无迄个物件了哟。所以咱来知影，美国人唔敢甲咱拍，唔敢甲咱拍，唔是唔敢甲咱拍，尾啊定下南甲之盟。过四当后，咱台湾人吼有当南甲之盟顶头敢讲哦，后边拄到船难，伊也红旗起来，我就知你拄到船难，我就袂当过来抬啊。吼、哦，过四当了后了后，台湾人搁反啊，伫咧牡丹社事件。琉球的渔民，迄时阵是清帝国的附属国，结果清帝国的啊做迄个皇帝生日载遐做鱼竿去互伊食，啊，回去的时阵拄啊拄到风硬，拄到风台，台湾啥物无济，风台介济，哦啊地介济，哦地台袂完。尾啊，牡丹社事件的时阵，琉球因为是清帝国的附属国，所以伊向清帝国要求处理，清帝国马上死。含插都无要插伊，因为你也无炸弹炉啊来啊，因为鱼竿你摕去后皇帝食，你咪摕迄个毛长西食啊，所以毛长西搁置不处理，要安怎死八十几个人呢？你一个国家死八十几个人，你无去处理皇帝会安怎？会去用叫落台呢？迄时阵有一个叫做琉球王国，因为国王的吼，要因为国王安怎？无咋处理要安怎？找大日本帝国帮伊处理。大日本帝国并现在讲，死当前美国都定下一个南甲之盟啊。啊，我伫厦门啦吼，福建啦吼，啊，迄个做一挂沿海者，啊，就沿海者有去公布吼，啊，你都拄到迄个做防疫的时，你若拄到传染的时，你阿基阿杰克下人拢袂爱抬啊。琉球讲安那呢？头影无抬，抬了了，抬八十几个死了了啊，死甲几个叫走去尔嘞吼。尾啊，伊无处理，尾啊，怎个美国人怎个大日本帝国的人去找带啊做琉球王国的人去找？清帝国，赶快这些人，毛长西讲啥呢？生番系我化外之民也，法与不法为贵国之财之。恁今日谈到啊，恁今日听我这节课，你也要讲这句法与不法为贵国之财之。迄囡仔不是阮今日甲讲的，是我计较无地带。吼、哦，你都在做中国官，不过歹势，你若要当台湾民政府做官，未使哦嘿。吼、哦，所以谈国际事件，清帝国两届。公开否认拥有台湾的主权，是不是安尼？迄就是安尼来啊！尾啊，才会当切割啊！无你当作美国要放，美国都知影这个代志啊！吼、哦，
所以咱来做清楚的吼，这是无单车事件吼。时间的问题吼，咱有闲再过来研究。结果咱的论述即嘛发生什么代志哩？咱这台湾拢安尼平平静静，拢无啥物风油。日本已经有人在讲要安怎废除新线啊嘞？你敢知影？即好恁看吼，石原都知事就石原慎太郎，他要求要废除日本国宪法。好、哦，啊个另外一个，这嘛是要废除哈、哦。这讲开始占领宪法就无效啊，迄毋是阮啊做日本人的意志啦哈、哦。当然伊咧否认他的这长久以来的那个关系啦哈、哦，因为已经加入联合国啊呢。什么人战败大日本？联合国啊，爱、啊、去加入联合国，安尼叫做什么？背叛。好、哦，这今年日本的啊做自由民主党提出来日本国宪法修正案。哦，伊讲要修宪，这内边有包括即马同有名的啊，做森祥啦、啊、吼，福田康夫、安倍晋三，哦，啊，甲迄个麻生太郎，麻生太郎就是吉田茂的孙啊，吼、哦，伊要讲要修改这个日本国的宪法，修改啥物呢？我甲各位报告吼、哦，咱今日课就讲到这个报告者吼、哦，三条，这三条都是因目前日本无的，你无。你认为讲一个国家应该，一个国家的国民应该效忠自己的主权者，对不对？对，你知道吗？现在的新日本没有效忠天皇，现在的日本国没有以天皇为主权的目标，没有以主权的目标。现在的日本自卫队不是保卫皇家，而是保卫现在的背叛者日本国。所以，因今晚要修改第一主权。好、哦，嘿，天皇为主权效忠的对象。第二个，他们要效忠主权。第三个，日本国的自卫队要改成国防军，这最近的代志。好、哦，咱的少年的反正捌听过哈。哎、哦，无代无志，因要改要创啥？因为他们发现了新日本、新日本，不是大日本帝国唯一的继承者，有一个竞争者叫做什么人？雅各啊，拍谁？台湾。因为台湾就是迄个无食红豆汤迄个啊，啊伊走去食红豆汤啊，结果即马发现着安怎？咱迄个啊做迄个南海，发现着全世界第二大石油呢，全世界第二济石油啦。咱袂当讲含波斯湾白济啦，波斯湾是全世界最多，可是有十几个国家在分。南海是全世界第二大，只有一个国家在分，哪个国家？大日本帝国台湾。你爱皇主权，你爱去认阿爸，你才继承权啊！我爱认，我今仔日要林永成要认我林家的财产，我都爱承认讲，阮阿公是大日本帝国迄个阿公，迄只林浩呢，唔是中国猪呢。我去认中国猪，迄边都无我台湾的主权啊！我要继承嘛，是继承大日本帝国林浩的财产才会当继承啊，是不是安尼嘞？对吧？吼、哦，所以日本大地动呢，吼、哦。咱来知影呢，哎，伊即卖无效忠天皇，伊安怎？他有没有继承权？没有了，他没有继承权。现在唯一继承剩下谁？台湾呢？哦，哎，台湾，伊即卖变安怎？当来时阵派谁？他是1946年的时候脱离的。如果是今天回来的话，他是从哪时候才开始跟我们建立关系？今天才开始啊！啊，所以我们是大哥还是小弟？大哥啊，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的预言是雅各还是以扫？当然是雅各啊，咱本来是老二啊，吼、哦、啊，结果大兄为着要食迄碗红豆汤，伊家己的长子的身份出袂去啊，迄在咧讲日本啊。所以圣经内面，甲咱台湾所有的后边要行的路，拢写个一清二楚啊，包括摩西要带领4000人，吼、哦、渡过死亡幽谷，且拢有写，吼、哦。所以咱现在事情诶，必须你咧讲吼，伊算较足真足明诶。我歹势也讲，吼，因为我袂当用我诶迄个啊做宗教思想吼来牵制别人诶思想，我袂爱安尼啦。我诶想法是讲，啊，即我做囡仔，我都读到诶物件吼，啊，你都无事啊，对无？啊，你就是爱按照圣经诶预言，就是你爱带领四千诶人，咱爱有四千诶人，四千诶愿意来做台湾正确诶官，做官无快活呢，做官无他贪污呢。我做官阿哥哦，咱老一辈先拜，甲你敬重哦，甲你对哦，你这若贪污哦，会到时掉去判死刑哦，哦，啊，绝对拢会执行的哦，吼、哦。所以咱今日去讲到这，感谢大家，谢谢。讲了赞哦，啊，安尼高级班够讲啦吼。
Gary，Gary，好，休息10分钟。